鱼市场直接批发给消费者，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蔬菜蔬果，那是当地的小农啊。我们这有两个用意，第一个就是提倡有机的食品，第二个就是辅助我们当地的这个青农跟小农啊，让他们能够成长，顺便呢也是把我们的蔬果呢由产地直接到餐桌啊，让消费者品尝到最鲜美的食品。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呢我们春节连假九天呢不打烊啊，服务消费者。此外呢，我们从这个春节前十天开始就延长营业时间，从每天的8点到晚上11点服务消费者。此外呢，我们有满千送百的活动，还有满万元免费配送的活动啊。另外呢，当然呢，比如说还有行李箱啊，满2000现折200，那大家电的产品满5天现折500，小家电啊等等的一些促销活动应有尽有。那非常欢迎消费者呢全家来光临啊，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其实很着重在跟我们的产地去做一个产地直采的部分哈，就是我们跟小农或是跟鱼米这边去做一个合约的一个就是契作的部分哈，其实最主要也是让这些小农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不止小农。在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我们免去了中间的这个利润部分，以最朴实的一个价格呢，提供给民众最优质的产地新鲜食材哈，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努力哈。那另外有一块呢，当然我相信现在的民众的一个生活形态比较不一样，是非常繁忙，但是对于健康吃这一块呢，其实大家是非常注重的，尤其是健康养生这一块，所以我们推行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做厨房热食供应，好，尤其是让下班的这些民众可以来我们的量贩卖场哈，购买这些非常健康而且热食的商品，回去作为轻松的准备晚餐哈。那另外还有一款是我们在下午时段也会出入我们的面包哈，就是让民众可以采买到热腾腾刚出的面包，让家庭一起做享用，所以在现在做厨房这一块，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在去做。当然，刚才有强调到，就是现在的强调的是健康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其实在现在做厨房，我们也强调是我们减油减盐的部分，为了就是要让民众买到健康的一个新鲜的热食商品哈。好，那我们不是说我们暖心企业就能暖心。我们是实际做到的，我们在去年度呢，我们共有271场的一个暖心社区的活动，所以呢，其实我们一再的强调，是我们台糖量贩秉持的，就是希望提倡的是让青少年有正当休闲，无论是在暑假期间或是在假日的期间，都是邀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到台糖量贩来享受亲子的生活，为的是要让大家可以放下山西走出户外，与民众互动。所以我们在暑假期间会举办3对3篮球比赛，以及直排轮的儿童的比赛，还有当然我们会针对不同的青少年去做一个主题 cosplay 的一个活动。好，那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台糖的企业呢，真的是要回馈给社会，看见社会弱势的需要哈。我们在重要的档期时间呢，像是我们的端午佳节，我们会邀请婆婆妈妈一起来包肉粽，送爱心给一个社区弱势家庭。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会包我们的月饼哈，把这个月饼分送给这些弱势家庭，让他们一起享受佳节的愉快哦。那另外，当然我们会定期就是邀请会员呢来做捐赠点数，我们把点数换成实质的物资，然后并且捐赠给义业基金会做一个失能家庭的照顾。那另外，当然我们有定期的就是捐血活动，这么多的活动，为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台糖量贩成为就是不但是熊仔的特别有，而且是真正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企业。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量贩店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贩售商品啊。我们来有一个工商服务时间哈，好康连三放哈，就是在2018年的一个新春节期间，我们有我们的一个
年货大街，我们有很多的年货年节商品，只要你走一趟保准你满意哦，就是非常的齐全哈。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有满千送百哈，是业界连七天送七天哈，那七天退回，而且是全时段退回的。再来我们还有消费满万免运费的服务哦，好，跟那个网路的通路一样，好，是免费宅配的服务哈。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春节我们会有开运发财金的，排队就送，排队就送哈，真的是非常实惠。当然还有就是年节九天哈，我们每一天都有精彩的活动，我们把综艺节目整个搬进台上量贩哈，无论是古早童玩或是一些相关的活动，非常适合亲子大小走一趟台上量贩来走春哈，走春。但是真的是不但是好买好逛，而且是好好玩的一个卖场，多元卖场。好，春节好康第二爆，怎么爆发呢？就是我们推出相当多就是媒体评价第一名的一个年节菜色哈，就是年菜，只要1388就可以把六道经典的年节佳肴带回家，让家庭一起享用哈。除了此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像是我们的海鲜福袋套餐，都可以在台行量贩买得到。当然，其实我们也有提到，其实我们把台北的南门市场引进台行量贩哦，就是我们南门市场的异常斋的，像是冰糖莲藕，在台行量贩买得到。还有就是我们吃了入口即化自家溜香的一个荷叶排骨就是在台糖量贩也买得到哦。所以我们台糖量贩已经相当多的单点年菜或者是套餐年菜都很适合大家来做选购，挑选选购。好，再来我们的春节第三爆，什么爆发？那就是我们推出的有你真好礼品专刊哈，相当多的礼品，大家可以来做采买哈，不单是企业采买，自用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哈。那再来，其实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政府在推行的就是住宿的补助哈。我们补助的是什么？补助你行李满2000，现折200哈，所以天天都是出游的好时节哦。好。来，我们看到的是最后这个爆发啊，我们爆呢是最大爆的，就是我们其实供应给我们的一个企业组哈，企业采买一些赠品，抽奖的尾牙赠品哈，我们推出相当多的优惠方案，包含我们的大家店满5000现得500，以及免费基本的运送以及安装服务哦。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家店满3000送300的活动哦，是非常实惠，而且多样好礼，让企业主买到赚到，真的是买到赚到。那其实最后呢，我要感谢各位今天的出席哈。我希望台糖量贩就是我们一直要知道，就是我们要微笑在脸，服务在心，而且重点是我们要做出。